万想不到这样也能外语。在客厅的时候跟玩他爸爸的手机，发现了就是简讯，然后他妈妈呢就讲了一句话说，全世界的男生都会外遇，只有你爸爸不会。大概一两年之后，他妈妈自己发现了，然后他整个就是忧郁症大暴瘦。我那个朋友就问他妈妈说，为什么当初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告诉过你了，然后他还不相信，因为你爸有性功能障碍，所以他今晚九点地球人请回答。